衛生署轄下29家母嬰健康院被發現派錯劑量嘅退燒藥水俾注射原肺炎鏈球菌疫苗嘅 BB 服食，其中藍田呢一間最烏龍，有成99宗派錯藥嘅個案。不過院方朝早喺門口並冇貼出告示向家長交代事件，亦都唔見有人嚟換藥。有帶埋 BB 嚟打肺炎鏈球菌疫苗嘅家長話唔知情，我完全唔知有呢件事喎。